艺术家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郑中基。好，那我相信呢，拿下这个最佳作词人，对瑞狗来说也有这个不一样的意义哈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左手边，好吗？哎来，我们这个挥棒出去了哈，耶、yeah ！高尔夫球啊啊，高尔夫球，对对对，高尔夫球也挥杆出去了哈。来，右手边，我们再麻烦右手边，那我们换另外一个打击动作吗？还要再来是不是？好，好的。左边，好。来，回中间一下下哦，哈。好，左边，左手边也请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左到右再来一轮，正中间，帅哦！哎，为什么你拿奖座方式跟别人不一样？耶！好，右手边再来一下，好了。好，来，让我们欢迎热狗。来，我们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讲一下这个这次拿下了，首先拿下了最佳作词人，因为楼上的房东是心情怎么样呢？刚才台上应该没有办法畅所欲言，现在可以应该百感交集吧？那你讲得多，我们时间很多。现在怎么讲？因为其实大家都了解，不是就我上一次、哦、是拿金曲奖已经是17年以前的事情，对，然后。其实如果比较认识或比较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，其实我对这种不管是金曲奖或是任何奖项，其实我都是比较就是随遇而安，就是得之我心不得我命，就会不会特别热衷。可是今年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，就是我好想拿金曲奖。你最想拿哪一个奖？最佳作词。对对，先把这个最佳作词拿下来，然后对，我觉得就是如果拿金曲奖，它可以证明一些东西，或者是打破一些东西的话，我觉得就 why not？ 而且这也是对你来说最好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吧。对，我感受到那个音乐圈的爱跟是特别，今天特别的有感动。我个人有在那个最佳作词人你的那个画了很多个爱心，谢谢，就拿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在这次还有入围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，是，对，这个等一下还要再继续回来再坐在那边，心情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就是反正不管只要今天没有空手而归嘛，拿到这个，对，我觉得也是最想拿的啦。对，我觉得心情可能就觉得比较轻松一点。是，好，那有打算怎么样庆功吗？哦，你晚点要干嘛？是要我帮庆功吗？我是不是如果无聊的话，就可以去了，起来玩一下。好，你老公去。等下再问，我老公可能等下也在庆功。好，那先恭喜你了哈，我们也希望等下会在今天再见了哈。好，恭喜热狗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